炎亚纶庆生天阙飞轮海，宝地撇并赴同场夜游。别相信这世界只剩下自己，哦，回头看看你身边，至少还有我。至少还有我的另一层意思是只剩你喽。苹果昨天晚间在东区直击飞轮海团员炎亚纶，他今天满27岁，生日前夕半趴却没有飞轮海其他人来祝寿，哎，伴着拎小蛋糕的女子挺着高如山峰的山根，转进夜店过寿去也。2小时过后，小而美的 party 散会，哎，但是不是有注意到有什么贵客啊？就他，沈玉玲啊，不是陈松华。岔个题，自从铁婷和沈玉玲闹上新闻版面，哎呦，这才发现装青春的沈玉玲的确越来越像时尚大师陈松华呀。说到时尚，这又走出来了时尚女模陈思璇，有意思啦。每次看到艺人过生日，都会惊觉，哦，原来你们也熟啊。那还才说熟就掰了，更悬的还在后头呢。燃烧吧，燃烧吧，火苗。没搞错吧，宝弟也来拜炎亚纶，呵呵，搞错了，是刚好踩同一个场子了。但真正大错特错的是你还没成年呢，三天两头夜不归营，现在凌晨快一点了都不怕败血症的老爸担心呢，啊，有没有喝酒啊你啊。苹果原来兄，哎，宝弟搞不好有买炎亚纶的 CD 报道。